捞起，家人们，螺蛳粉呢、啊？这一包里面是300克的，特别好吃。你看，什么都有啊。就是我煮，就汤放的比较少，就是水放的比较少，比较浓，更浓，就看你自己个人口味啊。只要你们喜欢吃辣，你就多放一点；那不喜欢吃辣，你就少放一点，一定要啊。辣的话，一定要根据你们的口味去放。也是挺久没吃螺蛳粉了。